从现在起，准备计时，几秒钟，准备计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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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
到底它排出什么样的图案文字呢？大家请慢慢的来欣赏。如果表演到精彩之处，大家请用你们尖叫掌声来代表。从前这个地方再出去就是昆生沙散，有一天渔民发现海上飘来一艘王船，哇，里面有六个神尊，耶，王船耶，决定留在南昆山，哇，留在台湾，这一留就是360年。立体的王船哦，360度的哎。王爷有五位，奉贤好一个，来，立体王船，李千岁，李千岁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注意划，怎么变化哦？西湖千岁。找到康朗山，发现一地母阴那宫，所以呢，所以接下来应该是咱的翻身阿公，拜见阴那宫阿公。OK， 好，我们的吴王，哇，哇，这是在激烈的征战。OK， 我们吴王。在当下留下了一个印记，一个疤。我们用无人机高空展演，希望王爷的神威远播，这段历史一定要代代相传。你讲你心来，你讲你心来。啊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先来呢？这个时阵呢，在这个时刻，敢讲是？要哪解决呢？哇，安尼即马是天兵天将，甲这个兵英将咧在相拍。现在无人机在变换队形，到底要呈现什么给我们呢？哇！哦、哇！披荆斩棘，当机。我先来，哇，好漂亮啊，厉害吧，好好看。
我觉得这是一套表演的节目，是它可以拿到全世界各个地方，让大家知道南昆生代天府的由来。而且现在分灵庙全世界已经是超过20000间，所以这是一个地球全球昆生王。交给下一个360年，也谢谢今天所有到场的所有的，不管是义工、我们的信众、乡亲朋友。